的这个节气，二十四节气，来苏家庄代表，也就是咱今年的国运，啊，希望会当来进行这个非常重要、变重要的仪式。王天一，王主任委员，请秘书。我们暂停，请。啊，咱全国的媒体吼，啊，还有咱台南市，咱大家长，咱的市长黄伟哲市长，里长，咱的郭信良，啊，咱郭清华议员。啊，還有咱王金德议员、李宗成议员，啊，還有咱文化局咱的叶泽山，咱的局长，啊，還有咱叶志明副长，還有咧啊，咱乡长总干事，咱洪志成总干事吼，還有咱所有的委员代表同仁啦吼，啊，還有咱里长联谊会咱的吴姓志会长，還有咱土城国小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各所有的先生大姐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仔日咧，啊，搁有咱文资处啊，所有的迄个大人啦，吼，啊，大家好啦，吼。啊，贵宾真多，啊，称呼无对的，歹势吼。啊，搁今仔日咧是咱的元宵节，啊，恭祝咱元宵节咧，咱全台湾所有的先生大姐，大家元宵节恭喜吼。啊，今仔日咧，咱正统路你门信宝庙。啊，真道歉，因为咱这个国际烟火，啊，甲这个野春牛、抢春牛的游行啦吼，拢来暂停啦。因为这个疫情，咱一定要配合着政府啊的防疫来做啦吼。防疫第一啦，啊，若有不便啦，啊，请咱全国先生代表啊多多包涵啦。啊，妈祖啦有在指示啦，指示今仔日这只春牛吼，以九点至。化掉，呼去天庭交祭，呼回本位啦。啊，甚至吼，把这个疫情啊，送转去予咱的天庭的咱的阳上帝知影。安尼妈祖啊，伊啊那会当来神威显灵，把这个疫情哦，紧甲伊哦消毒掉啦吼，把这妖魔鬼怪消毒掉。啊，搁有啦，妈祖交代讲，这只金牛化掉，伊的金牛夫啦吼，伊的金牛夫啊要照吼挂这个五谷甲铜钱啦吼。啊，甲用诶做义手啦，会当安尼哦，保平安，啊，会当哦，互百行百业，事业兴旺，大赚钱啦。啊，咱阁有一只春牛啦吼，咱阁有一只春牛诶，迄个首饰哦，足水诶啦吼。啊，请咱全国先生代表啊来信宝庙来处理啦吼。啊，伊只啦吼，这哦，这有较水啊，这每一档一档诶春牛拢无同款咯，这有这足侪人咧收集诶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咧，啊，恁来看头前只哦。这样就是孔子牙啦，穿吼、哦、穿这领，穿这领这个这个这个脏水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孔子牙，也伊个嘞，这支就是打身边啦。这等下恁啦吼，春牛啦编好，恁照排队好编三个啦吼，恁会买书去好书来，啊伊个头前这吼、哦，金玉满堂，这个是五谷，这会当摕转去吼、哦，大赚钱的，放伫恁个财库啊。等下恁家来取得，恁若咧歹运哦，好讲三个，恁就好运啦吼。啊，恭祝大家啦吼。啊，若有做了甲无够，请咱全国先生代表啊来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，多谢，感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对咱本庙主任委员，我们以王主委。现在恭请对咱台南市大家长黄伟哲市长致辞。多谢咱县本庙啊王主委，咱的王总干事。咱的市议会啊，郭议长，咱的王金德议员、郭清华议员、李宗成议员啊，黄丽娇议员的赖秘书吼、哦，以及啊，咱坐在中央贵宾，咱的啊议会秘书室颜主委吼、颜主任，啊、以及咱民政局强局长啊、文化局叶局长、啊、南区的大家长叶区长，咱的里长联谊会五会长。啊，以及咱的坐坐中官，坐坐的贵宾吼，啊，以及啊各位，咱城南里吼，蔡里长、三分局、朱分局长吼，啊，今仔真欢喜，真荣幸，咱的边春牛的活动，哦，以及咱有啊，有，好，啊，洪总干事，哎、欸，
咱啊会当哦有这个民俗的维持，搁兼顾防疫的观念，这点非常感谢咱啊新埔庙管理委员会王主委、王总干事以及各位委员，大家非常辛苦来维持。哦，往年啊，十五暗的十五暝的时阵，遮拢人山人海，哦，几啊十万人伫遮，哦，啊，今仔日。今年因为防疫的需求，咱民俗袂使免吼，但是啊群聚吼都爱有小可限制吼，所以今仔用这个方式啊维持了民俗，那么祈求咱妈祖啊天上圣母，内为众神心瑞天谢，保庇咱大家拢平安顺遂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新丑年行大运啊，扭转乾坤。多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阿拉很牛，陈医生以外，阿拉很牛，跑下过来一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黄伟哲黄市长，现在。